老陆，老陆，啊！安嫂，我给你找到了合适的人选，弟弟，脚铐得打开的。 军，秦水军，小丽军，平田军，韩嫂，这场你没意见了吧？ 这帮龟孙子，四打一，这摆明的是要命啊！生死战，活得进来，死得出去。呀！
了，我也不活了，你快起来，起来呀！错过了一场精彩的训练。报告中队长，他打伤了三名士兵。你们知道这个讨厌的家伙是谁吗？他叫陆南边，就是毁掉星野中队、打败了特别挺进杀人队的反抗分子。在真正的战斗中，也许他早就杀掉了你们，输掉了并不可怕，说明你们需要更加刻苦的训练，将来才能在战场上打败并且杀掉这样的家伙，懂吗？嗨，刚才那一幕真的是很危险，在战场上子弹和刺刀都是公平的，可作为战俘你只有双手，这里是一个无底洞，它会一点一点吞灭掉你的力量和勇气。洛桑，我很为你担心，请告诉我吧，复制密码本藏在哪里？我也想知道。那个叫赵月的女孩子欺骗了我，她不但没有交出密码本，还引爆手雷炸死了我的士兵，不过她也死了。把密码本交给我，你们可以活着离开。这样吧，我考虑考虑。好，我给你时间。